看第七段，经验菩萨寄诵第九首，佛言广大如虚空，普见法界尽无余，无碍地中无等用，彼也无量佛能也。这一首是诵天眼之力，知道过去是生死的果报，这是虚度；知道后来啊，就是知道未来的，这是天眼啊。但是在虚度里面呢，也讲佛知无碍报三世，这个里头我们就体验出《华严经》上讲的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，任何一种智力必定呢圆满具足其他九种智力，这一个智力才圆满。一切一切一切皆一，换一句话说呢，我们讲哪一种智力，以它为主。啊，其余一切智力都含摄在其中。啊，现在这个地方以天眼为主。啊，我们。看清凉大师的注解，他说以华严经讲的如来实也、啊、我们大家了这金刚经都念得很熟，金刚经上讲无也，无言圆明，华严经上都以实表法啊，所以他讲实言。佛言能见，如来设立了，故此一列就包括设立。举这一个例子，其余九种智力亦复如是，它互摄互融，这是华严的教义。经文里面四句，第一句体大，第二句用大啊，用广，第三句是作用的殊胜，最后一句是总结甚深啊。我们看经文，佛言广大如虚空，学学修学大乘的同学，虽然我们的智慧能力达不到，但是总曾经听说过啊，像楞严经上所讲的一根解脱六根互用啊，能力有多大呢？无疑不是
净虚空变法界，这个能力是本能啊，不是修来的，自性本具，所以成就大圆满。佛给我们讲啊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这话真的啊。为什么证得大圆满呢？你什么都没得到呢，因为什么都是你自己自性当中本来具足的啊，自性里头没有的一样也没有啊。你证到这个境界，你自性里面的性体自性的德用，德用呢佛说出三种，第一个是智慧，自性本具般若智慧啊。第二个是德能啊，也就是我们讲今天讲的能力，万德万能，没有一样东西你不会呀。啊，样样都会，没有一样不会的。第三个相好，无量无边的相好，一真庄严。自信里的本觉，我们在经上看到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看到华严经上华藏世界的一真庄严，这是世尊为我们略说，简单介绍透一点讯息啊，全是自信本觉。那么我们讲自性的德能，眼界见遍虚空净法界，没有障碍啊。我们现在这个见很可怜啊，跟一个墙壁，墙壁那边我们就看不见了，甚至于跟一张纸头，纸头的那一边就看不见了。我们见有爱啊，佛的见没有障碍啊。没有障碍是本能啊，那我们今天本能丧失掉了啊，怎么失掉了呢？佛告诉我们啊，出现频率讲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不是讲得很清楚吗？啊，一切众生自性跟佛没有两样，同一个性体。啊，自性里面的功德。大家都一样的，佛跟众生平等的，具足般若智慧啊，德相，德就是能力，相就是相好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这业余道破啊。佛跟众生是怎么回事情啊？一句话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你
有妄想分别执着吗？这就把自信啊迷失掉了。自信的性体，你没有办法觉察到；自信的德用，完全迷糊了，啊，不见了。实在讲，不是不见了，变质了，啊，把无量的智慧变成了愚痴，把无量的德能变成了贪嗔痴慢，把无量的相好变成了无著无失。啊，怎么变的呢？为识所变。什么叫识呢？妄想分别执着是识，妄想是阿赖耶，执着是莫那，分别是第六意识。啊，变成愚痴，变成烦恼，变成恶报，怎么回事情啊？哪一天你开悟了，你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掉了，啊，通通放下了，不再有这些东西了，心里头真正清净了，恢复到清净平等觉，那个时候转烦恼为菩提啊。转生死为涅槃啊，境界转过来了啊！佛说得清楚，说得明白了。我们真正想学的人，真正想有成就的人，不能不做一个大的转变，180度的转变。从哪里转起？我常常奉劝同学们，从自私自利转起。我们今天转不了，就是过分的自私自利。不肯放下。自己以为放下了，实际上你一分一毫都没放下，为什么呢？不能随缘。不能够恒顺众生，没有放下了。啊，念念之间，自己都是有高人一等，自己都在那里享受特权，与众不同。没放下，真正放下的人一定跟大众和光同尘，没有自己。
啊，大家说好都好，一切随顺。随顺里面具足真实智慧，具足无量善巧方便，成就自己的大智、大德、大能。天天在增长，奈何习气、烦恼在当中障碍，心里面想，可是事实上做不到。麻烦在这里，就修行，修什么？克服自己，要做克己的功夫啊！恒顺众生，就是恒顺性德了。不能恒顺众生呢，就是违背性德。违背性德是迷呀，恒顺众生是觉悟啊。这里面有真实的智慧。六道里面的众生不能够理解，怎么精进法？一定要随顺佛陀教诲，听从佛陀的指导。经典上指导我们啊，经典太多，不晓得从哪里学起啊。净宗学会成立之后，我们提出修行五个科目，好记呀！啊，我们五个科目提出来之后。洛杉矶的印海法师看到了，他欢喜赞叹的给我讲啊，哎，说净空法师啊，你这个方法简单明了啊，好记啊，好修啊，对的，啊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决定不违背。这五个空，这简单吗？三福、六合、三学、六度、十大愿望，一定要念兹在兹啊！要真正去落实啊！不能落实又有什么用？这五个科目要记得很熟，实在讲不难记。三福是一句，每个同学都很熟啊。六合这还有什么问题呢？三学戒定慧，六度很熟啊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常常念的，
我们必须念念落实。能帮助我们尽心的，这个5个科目全是信德，如果尽心了的，这些东西自然具足，真的是痕迹都没有，自自然然圆满具足。啊，我们现在没尽心。这是诸佛如来表演给我们看的，我们学啊，我们依照信德来修啊，信修不二啊，修成了就见性，这一点都不假。经文里头第二句，普见法界尽无余，心得流露嘛，无碍地中无等用嘛，这是说的作用。无碍地如来果位上，所有一切圣贤凡夫种种不同的地位，他都能起圆满的德用，没有障碍啊！啊，离无碍，事无碍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彼因无量佛能也，即归到佛的天眼。佛能表演给一切众生看，无所不见，无所不闻呐。举一个天眼，我们就想到天耳，啊，天眼无所不见，天耳无所不闻呐。境界跟这个完全相同。啊，换一个字就行了。啊，佛眼广大如虚空，换个佛耳广大如虚空。佛的六根通力呀，能眼不是严格自受用的，啊，这一点诸位同学一定要知道。如果能言还有自受用，是凡夫，不是佛。欲界第五层天，化乐天就是变化自受用。他化自在天，福报最大了。自己有能力变化，不需要，无需要使用。啊，第五天化落天会变化来供养他。啊，他接受供养。实在讲啊，他化天跟化落天的非常相似啊！
只是在佛报上讲有胜劣之差，其他我们看不出差别。所以这个变现的暴徒自受用啊，这是佛对凡夫的方便说，不是真实说。真实说原教初住，你们想想，妄想分别执着统统离了，还有什么话好讲吗？这是借这个借其甚深呐、啊，这说佛能也。清凉大师幕后有几句话说：“既言普见法界，非举未来。”这句话补充的好啊，因为天言主要是讲见未来。既然见法界，法界里面包括了十方三世。当然不局限在未来，这个话呢方便说，对哪些人说呢？对别宗说。啊，与未来门呢普见法界，一切众生居住界，所有随眠与习气，如来出现遍世间，现以方便令除灭。这是最后一种漏尽之理。漏是烦恼的代名词，漏尽就是烦恼断尽了。这个地方讲的烦恼是无明烦恼，啊，我们知道在大乘原教里面讲菩萨有四十一品无明，断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。啊，无明断一品呢，在我们华严经上就是同生性。啊，这是我们现在正好经文才念过去啊。我们念到一生众，啊，念完之后再念到同生众，啊，同生众呢，就是同生性的菩萨，跟佛相同。我们离开佛教的名词，说话了就方便了，大家就好懂。同跟异是讲用心不同，你用心跟佛相同就叫同生，你用的心跟佛不相同就叫异生。佛是什么心呢？佛是真心。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也好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我用真心跟佛相同，这叫同生呢。我用的心是虚伪的心，是染污的心，
啊，是高下心，跟佛不相同。我们这些年来，为了学习方便起见，把那个真心呢设成五种。真心是什么样子？我们方便说五种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用的是这个心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没有例外的，我们就是同尊重。假如跟这个是相反的，你用的是虚伪心，不是真诚的；你用的是染污心，不清净。什么叫染污呢？由贪嗔痴慢。由贪嗔痴染污了，由更高我慢呢不平呢，不平等呢，迷惑颠倒啊，你没有觉悟啊，自私自利啊，你没有慈悲啊，这是凡夫啊，这是六道众生啊。我学佛，我学佛，我用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但是不纯，这里面还有夹杂，夹杂的不多，少分。你是相思维，你还是一生中，同生众里面呢，完全不夹杂。完全不夹杂，就是圆教初住菩萨，就是明心见性了。你还有少许夹杂在里面，夹杂的再少，你是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，凡是凡夫，在大乘法里面称为外凡。凡夫有内凡有外凡，内外呢是从六道做界限，六道里面内凡，六道外面四圣法界叫外凡，完全用的是真心，跟佛相同了，这叫圣人，凡圣的差别了，是在十法界跟一真法界。所以这个事情做不得假了。我们怎么学法呢？这二十个字放在同学们面前，你天天看，你天天学，学会了，不知不觉就其如法界。所以大家要知道啊，骗人罪过最后呢，原来是自欺啊，利人到最后的时候，哎呦，原来是自利啊，念念想到利益众生，利益社会，庄严国土，不要去庄严你那个家了，你那个家太小了。世间人勤苦经营，庄严他那个小环境，自私自利的小环境，不像菩萨。菩萨庄严净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，他怎么个庄严法？
我们讲经讲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不说，诸位同学应该要明了。啊，怎么转念法？自己像一尊佛，自己的形象，学佛学得很像，就是庄严净虚空遍法界诸佛刹土啊！我这个样子不但可以给娑婆世界众生做榜样，什么样子？真诚的样子，清净的样子，平等的样子，正觉的样子，慈悲的样子，可以给九法界众生做榜样啊！我的行为啊，看破的样子，放下的样子，自在的样子，随缘的样子，念佛的样子，形象啊！这二十个字是形象啊，做出来啊，自然就庄严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，以此为供养，上供十方佛，下供九法界众生。九法界众生是未来佛，所以用供养啊，恭敬供养啊，供佛跟供一切众生心是平等的，没有差别啊，没有说对佛加一分恭敬，对众生减一分恭敬，那你还是凡夫，你还是一生的心的菩萨，不是同生心。我们天天在学华严，如果诸位真用功，真能够像古人所讲的随文入观，我们讲到哪里，这个境界就切入到哪里，这部华严讲经讲完了，诸位都成了法身菩萨了啊，圆满成佛我不敢讲法身菩萨，纵然不能证得，也相似了。不到分证位，相似位就不错了。相似位肯定超越六道轮回了。这个可以打包票的呀。相似位的菩萨，虽然是相似位的菩萨，你的智慧德能超过别的相思维的菩萨，华严经的功德殊胜不可思议啊！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，漏尽之力与子解脱无惑无疑啊，自己到什么境界，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一点疑惑都没有啊，一指众生漏尽涅槃啊，知道自己也知道别人，这个意思诸位必须要明了，不知道自己就不知道别人，如果是知道别人不知道自己，没这回事情，这讲不通的啊！一定是知道自己然后知道别人，于此正知啊，这叫智力啊！我自己的烦恼有没有断干净？
自己清楚啊。经文里面一切众生居住界，这个界就是烦恼，大乘经上常讲界识，世间人也讲啊，这是很多年前我在台湾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电影广告啊，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啊，街头广告这个字很大，说心有清净界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这个住界是在讲无量无边啊，一般讲界识烦恼就是讲的见思烦恼，六道轮回里头的这个东西不断了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所有随眠与习气，随眠是讲的种子，这是法相唯识宗里头所说的，华严经是唯识宗六经之一啊，他们所依据的经典有六经十一论，华严经是其中的一部啊，所以这个经里面对于法相唯识说的很多啊，随便是种子，在阿赖耶识里头没有遇到缘它不起作用啊，好像在睡觉一样啊，习气是讲残余的微细的这个烦恼，不容易断尽啊，习气也不好懂。古大德呢，讲到这个名词，举个比喻说，啊，就是酒瓶，陈酒的酒瓶，把这个酒倒得干干净净，里面也擦得干干净，确确实实没有酒了。那个酒代表烦恼啊，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断尽了，确实没有了，闻闻那个酒瓶还有味道，拿这个来比喻做习气啊，所以烦恼容易断呢，习气难除啊，阿罗汉见思烦恼确实断掉了，有习气在啊，这个佛在经上举的例子说的很多，有人他有贪的习气，有人有嗔的习气，有人有傲慢的习气啊，他贪嗔痴有，他真的没有了，习气还在呀，他养成这个习惯嘛，什么时候习气断尽呢？辟支佛比阿罗汉又高了一等啊，断习气啊，啊，习气用什么方法来断呢？至诚礼敬啊，能帮助你断习气诚，
这个真诚比什么都重要啊！这两句是讲的漏啊，住漏啊，啊，这个漏尽之力啊，是讲所断的。后面两句是讲能断，如来出现变世间，现以方便令出灭。真的，佛要不现的，不出现到这个世间呢，世间人没有能力断烦恼。所以，古时候印度这些宗教，实实在在了不起。他们修禅定，能修到第八定，世间禅定到了最高峰了，能达到非想非非想出天，不能够突破六道，三界六道他出不去。为什么呢？他是无烦恼而没有能断烦恼，出不了三界啊。佛出现在世间帮他一把了，佛教他了，教他这个方法也方便。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是方便法啊。虽然讲啊，他说是以二谛呀，啊，以事谛说，以真谛说，啊，事谛也叫俗谛啊，叫方便说，真谛呀叫真实说，以如来自己亲证的境界。给你说真话呢，那个真实说还是方便说，哦，这就奇怪了。那真的真实，真的真实不可思议。凡是能够思的，凡是能够说的，都是方便。否则的话，那像我们拿六祖慧能这个公案来讲，你明白了，真实方便是二法啊。能大师说，二法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法。你看看这个公式好啊，能叫你开悟啊，一句话都不要说，不准你有念头，不允许你有思考，不许你说话啊。你看看禅宗里面的公案啊，我们做了一些目之所云呐，啊，不晓得他们在表演什么啊。老和尚考验学生啊，问他一个问题啊，这个学生才要开口说，马上立刻把他嘴巴捂住。他开悟了，他怎么开悟的？啊，我们想说话，有人把我们嘴巴捂住，我们会不会开悟？
我们不会呀，他为什么会呢？他到了开悟的边缘，祖师用这种方便的方法来帮助他，一开口一读住，换上，不思议嘛，不可思议嘛，放下思议就入境界了。入了境界之后，你可以思，你可以说，为什么呢？那个时候思而无思，说而无说，说跟无说是一，不是二，那就是佛法了。我们今天是什么境界呢？说跟不说是二法，思跟不思是二法，二法不是佛法。不是如来出现在世间，我们怎么会懂这个道理？但是问题就是，今天我们虽然听说了，是听说而已，不是我们自己境界。现在关键呢，我们应该如何入这个境界？不入境界，不得受用啊！不入境界，妄谈佛法了。甚深佛法是有对象的，没有对象谈什么？谈的他不懂，不但不懂，往往错解了意思，误导众生。这个情形自古以来常见的，所以甚深大法，古来祖师大德不轻易说的，没有对象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方便法里面这里头有高下层次不同啊。那对于我们这些凡夫啊，这些大德们跟我们谈的下下方便法，对那个将要开悟的人的是上上方便法，善巧方便可多了。佛所说一切法都是善巧方便法，目的呢，令众生除灭烦恼习气而已，都是帮助你这些的，这真正的利益众生啊。你要是不能啊，不会，那么你的利益阿赖耶识里面种下菩提种子，这一生当中呢得不到受用，来生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啊，那就不知道你哪一生哪一世有缘再遇到佛法，再接着再干啊。这一桩事情对我们来讲，我们过去无量劫中生生世世就是这样错过了的 啊这一生运气不错，又遇到了啊。如果这一生我们的语言殊胜，我们真正能把握住这一生，肯定成就啊。善导大师讲的话好，能不能成就总在遇缘不同
啊，语言说佛缘呐、啊，啊，但有这么一批好的同参道友啊，天天在一块切磋琢磨。大家在一起互相的研究讨论，共同在一起学习，都能把佛的教诲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，这就有成就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